的话就是看你的使用量，如果你表演很多就再加上练团，那其实你的弦大概几个月它就需要做更换。很多人是因为手汗，它有很严重的手汗，弦很容易锈，当弦过于生锈的时候，它会影响到它的声音。我觉得这几点都是换弦的考量，你可以试着都不要换试试看，你可以让它去体会一下你的声音衰退到什么程度。因为我有过这种经验，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弦装上去之后，弹到它完全没声音，那是我第一次认知到说，哦，原来弦的声音是可以被弹到完全没有。那我一直以为是我的琴出了问题，就后来发现，哦，原来是弦，换了弦之后，哦，它的声音整个就出来了。你要多去试，然后弦的状况你自己去理解完之后，我觉得每一个贝斯手都要学自己换弦，因为唯有自己换弦，你才会知道说，我的琴换上这个弦之后是什么状况，然后在换弦的当中也会去知道说我的琴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都最好是自己学会的。